嗱，林鄭娥係非常之惡毒，我話俾你聽，大家可能阿聰都係年紀細唔記得咗。2003年知唔知講乜嘢啊？喂，23條啲嘢咁難，唔通送外賣嗰、那個又識啊？我哋唔會解釋噶啦，維哥。今日林鄭月娥去攻擊法律界，係先磨殺人多啊！佢係要 discredit， 佢係要抹黑香港仲夠膽講嘢嘅大律師，係為唔單止一地兩檢，係為第23條立法。都有律師出嚟講，我講話喂，23條唔得喎，係咪啊？喺呢、這個14年前、15年前、16年前，已經係唔得喎。佢哎，你班友啊，喂、哎，精英心態啊，你真係高高在上啊，哥。佢呢一個係非常之惡毒嘅做法，係將夠膽講嘢嘅人當係異端。佢而家唔係低端啦，唔係高端啦，叫異端。異端，各位大家都明啦，讀過聖經就明啦，即係話要殺嘅人咯。林鄭娥呢一個咁嘅舉動，係令我最開始擔心啊！當佢講俾人哋問佢話：你23條立唔立法？你記唔記得佢講乜嘢啊？你記唔記得啊？佢話：哦，呢樣嘢啊，好大爭議啊！我林鄭月娥唔會諗啊！阿哥，而家佢而家有講啊！佢話咩啊？唉，而家最近好忙啊，諗都唔諗啊！喂，你一忙啊，仆街！是不是啊？即是转咗风啊！呢、這个林郑娥讲嘢好快噶，噼里啪啦咁就讲咗第度噶啦。喂，你唔得闲就唔立，你得闲我就立。同李楚豪讲话，亦有好大争议，香港人唔中意我林郑娥做咗特首都唔会立。喂，两回事嚟噶哥，你唔好睇呢个婆娘啊！呢、這个婆娘即系讲嘢噼里啪啦讲完就讲下讲下就讲咗第度噶啦。而家话俾你听，大律师公会随时随地。可以同你林鄭月娥政府嘅團隊辯論，你夠唔夠膽公開辯論？唔夠膽，唔該收翻你呢句説話。你就係精英心態，你就係權貴心態，你就係可以你鬧人，而人哋唔可以駁你。我而家同你講林鄭月娥，你收翻你嗰句説話，真係就同大律師公會嘅。執委辯論，人家選一隊出嚟，你又選一隊出嚟，叫埋你個新官林阿鄭若華，同埋加埋舊嗰個叫袁國強，對你兩個司長你算，你夠唔夠膽啊？林鄭娥，夠唔夠膽？唔夠膽，你收翻呢個説話。林鄭月娥，你精英心態係咪賤㗎？